巨神传。哎，大家好，我是三福，我们这开的是大会十九 ，PP 包 ，PP 十九。哎，这是日版的先行版，所以这是日子的 ，Made in Japan。好，不过因为是先行版的，所以特别贵，买的话一包差不多100多块，快150了，超贵。但是之后如果半卖的话，应该是50块一包。好了，新型版就是贵。好，这样是15、10包，我们这次开10包就好了。没有像上次还有加码，这就是10包，铁铮铮的10包，因为实在太贵了，买不起。而且这次卡片其实没有那么有兴趣了。好，慢慢来，一包一包来。究竟还有什么了？哇，第一张就 V Hero 啊，哈哈哈哈，多厉害！那很贵啊，先说一张150啊。看一下效果好了。哎，一会儿使用一次，然后持卡召唤特殊召唤成功时，场合发动排队的 Hero 怪兽一体目的送，很强很强的送木卡。然后一会儿是自己目的的 Hero 怪兽除外发动，然后排队一张融合假手，强啊！这张啊的新卡，持卡当作啊卡片使用，自己场上的啊怪兽一体对象发动，同名的怪兽一体排队特殊召唤，也蛮强的。然后此效果召唤的怪兽自己场上表示存在时，对方怪兽、啊、不能，对方不能以将怪兽为攻击对象以及效果对象，还蛮强的啊，我觉得。这是新啊，露馅儿。啊，完了。没关系，风来王，只是配合魔族协调的。好啦，玫瑰，这其实蛮帅的啦，就是帅，基本上效用不高。十卡。是自己的异叶怪兽攻击计算时，对手场上表示一体的对象发动怪兽，对手怪兽攻击力怎么减掉这张攻击力分哦？看不太懂，算了。哦，该怪兽的攻击减掉跟他战斗那只异叶怪兽的攻击力。哦。每包一张半转。对啊，固定配率，所以会有4张半转。魔丸机。魔丸机本本。冒失鬼。哇，哇，另外一张头上开花，哦，玩具的反转，魔法卡，神奇之石书，神跳魔玩具，目前还没有重复，其实我没有什么想开的，大概就是只有多天使而已。哇，如果你们一个给开一套买人吗？哇 ，Number 8，七阶又可以做的新玩具，灰沙卡。自己场上持卡以外的怪兽表示可是存在时，持卡可以直接做攻击。然后是攻击对方是哦，伤害是一半。嗯，用这种效果，用这个效果的话，用这个效果就是一半了。然后持卡。给对手伤害时，持卡一个把数量拔出，然后对方手牌一张乘以500，扣除，还可以啊，新的玩具啊，昆虫族啊，还有昆虫女王的概念，一个拿去刻增值局的概念，你就挑一整牌，让队友抽到爽，然后打他，然后扣死他，嗯，扣死他，真的厉害，真的，好，这个刚刚半队友开到了，开套啊，很厉害，纯收藏啊，纯收藏，真的纯收藏，这个真的纯收藏，哇，一套哎，你看，种菜，注定种菜，没关系，连锁召唤，这张说实在不好用了，我觉得，哦，堕天使，终于，我这个堕天使唯一最弱三星怪。只要召唤特殊召唤成功场合发动，排队将堕天使卡片目的送，算是很强的堆木卡。可是你也太弱了，要可以通招哦。堕天使小只配堕天使降临，卡图蛮帅的，可是它的效果其实蛮鸡掰的。那个同步的，自己目的的怪兽一体的对象发动，然后怪兽效果无效特殊召唤。然后此怪兽含有自己场上的怪兽素材的恶龙只能做那个龙族或恶魔族暗属性的同步怪兽一体图，就是叫你做眼魔龙呢。对啊，好啦，这也是开重复，这是半钻重复，目前都还没有普卡重复的，半钻也没有重复，
反正在这里。开一张 B Hero 的。没有啊。没有、啊，加油啊！开一张半钻的 B Hero 的。应该会有吧？我觉得。你这盒比较特别一点，我看到，我看到。哦。黑白。讲不错。天轮双星导师，搞得很像很厉害的样子。但他是两星呢，协调在线。他能力不错，他能力。我觉得能力不错啊。磁卡同步召唤成功时发动自己手牌目的的协调以外的等级二的怪兽试体选择手背特殊召唤，很强啊。跳试。然后磁卡特殊召唤的怪兽效果无效化，然后此效果发动后，回合结束终了，自己只能做同步召唤的额外特殊召唤。那就是天穹霸龙的那个系列牌。嗯嗯，这是蜻蜓吧？苍蝇，苍蝇还是蚊子啊？我不知道哎、欸。骰子蚊子，可是蚊子还是苍蝇吧？可是蚊子，应该是不是蜻蜓？应该不是蜻蜓。Hero 的遗产其实是 Hero 的遗物，残骸。解锁召唤半砖，解锁召唤。我的牌的半砖都蛮奇葩的耶。对啊，完了，到底开不开到？没关系啊，这次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望。不会像上次想要开的东西很多，上次开到那张就赚到爆了。嗯 ，Number 70，这是想要开到的牌，是想要开到的牌。一回是车卡巴图的超量素材发动，对 ，ML 是把选择一个对手的对手怪兽一体的对象发动，然后到架是对手准接的时候除外，是还可以啊，就把那个移除而已。然后车卡攻击伤害结束，计算时发动，然后攻击力可以上升。300，然后等级上升3，阶级上升3，是等级。哦，有一张哎、欸，厉害，终于重复了，这厉害，哇，也重复了，哇，半钻 number 28，巨神鹅，帅，其实蛮帅，说实在，山之发现阿华了，嗯，终于看到牛头鬼了。牛头鬼是你。终于看到牛头鬼了，看不久才看到牛头鬼。脑袋开花也没有重复啊。哎，所以耶，中了，重点。哦，玩具，半钻。你中了这盒重点卡之一，那张融合卡。那张，这是什么？一张912的那张牌可以拉。融合怪兽决定融合出来，自己场上目的中，只能用场上的。对，然后融合怪兽额外排队融合召唤，然后自己 P 区的两张存在场合，自己 P 区的也可以当做素材，厉害。欸、最强的是我去看潘丽，他 P 区两只暗属性可以叫毒龙，厉害，超屌，厉害，他可以叫毒龙哎、欸。如果开张半，那个拍一张半钻，你设置两张暗属性，你发可以直接把那两张暗属性当毒龙素材融合掉，这厉害。对啊，那就是潘丽超猛，素材对了、啊，对、啊，哦，重复了，啊，重复。解锁召唤超脑袋开花，超重复，太多了吧？牛头鬼才一张而已嘞，堕天使，下一张，下一张，哇，牛头鬼半钻碎啦！重点中了重点，我没有看到 V Hero， 下次换哪个动物啊？马牛，牛头十二生肖，那个猫吗？鬼头十二生肖，哦，这次开了一张。阿尼亚，欧十八一张，好多十八哦，这个有一张，三张，哇，一套啊，好爽啊，不用烧了，哈哈，不用烧了，不用另外烧了，想打自己用啊，想卖赶快卖啊，需要古怪小子，我需要什么？想开一张这个半钻呢，不知道为什么，天伦啊，哦，有一张，怎么那么多？猫师，堕天使，应该堕天使要收半钻。风来王，就近加一张、啊、哦，这是魔法卡，会是他吧？不是，应该不是他，是那张哦，碎对，碎是融合，这盒的他那一捆的，我刚大家都不会，这样好看，这样闪的漂亮，这样闪的漂亮，好了，开完了，耶，十包开完了，你看我有张大礼包，看牌不好，先重洗一下，这么厉害。重洗，厉害吗？好了，十包开完喽。就是先看手牌好不好，不好重洗。厉害，我没有拿卡套过来。嗯，看起来不错，让他自己打。厉害吧？真的有点厉害。卡牌是不是可以把它洗掉？嗯，比利雪，比利雪。来看一下半钻，我觉得半钻看起来不错啊。哇，这个墓地强攻很厉害。半钻看起来很好哎、欸。
敢破邪打剑，完蛋了，这局我输了。巨神鹅，还有巨神鹅。哎，干，我原来我冯宝赢了。我想赚。OK， 不得。好了，重复率其实不高啦，因为毕竟一包才四张而已。有一些可能，有些人可能开不到，应该都几种啊？看一下，20种，总共20种。那这边有1、2、3、4、5、6、7、8、9。我再重新算一次，先排好再算一次好了。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还少一种哦。我看一下，看一下，看这不半张开到了，你就没开到普卡了。哎，我好像都开重复了，半张都有重复到。有吧？都开了吧？24、6、8、10、12、14、16、18、20，对，全部满了。好了，20种。你在进。总共20种，成为是一验，这是一，两张，这是一套左右，就跟新竹之路一样，其实蛮漂亮的啦。说实在，这张这个真是做漂亮的而已，大帅哥，大帅哥，说漂亮的而已。所以，好，然后再来是什么 ？SR， 应该是蚊子，蚊子，里面唯一一张摆荡卡，没有，唯二第三张，前面两张都摆荡卡。艾莎就只有一张而已。机械族协调养心其实应该还不错啦，不过只能做龙族跟机械族的风属性的同步召唤使用。必须 P 卡效果难有点难看。好 ，SR， 然后再来是，再来是什么？哎，哦，再来是这张。百荡融合。百荡融合。普卡就不好看，半钻是真的很好看，大家再看半钻哈。好，然后再来是，再是吧，这个魔玩具的魔法卡跟融合怪，好，果然还是半钻好看。好，然后再来是啊，还有两张，然后啊，数字还蛮强的，但是你不打啊，其实没有用。那其实蛮强的，然后再来是连锁召唤，连锁召唤开到两张，加半装的话就三张了。连锁召唤，好，然后再来是雷电阿兄，雷电哥哥加油，拉拉队。这个头发有点奇葩，这样效果其实还不错了。磁卡召唤成功时发动，排队一张就是这张雷电哥哥以外的雷族光属性四颗星怪兽一体手牌加可以拉雷皇，还有一些其实很多四星雷族光属性都很强，定场很强，只不过只开到一张残念，然后是 Number 28大飞儿，新一代大飞儿，巨神儿，新一代大飞儿，好，那个开到半钻了，然后再是 Number 70帝都新一代蜘蛛，可以上叠那个77吧，好像是77，没记错的，不要靠效果就是了。好，然后再来是这个协调一体以及协调以外的两体，自己目的选择移除，然后移除的从合计星数持有的什么的同步怪兽一体额外，同步是哦。就是目的同步了，就是把目的同步。然后是效果特殊召唤，效果无效化，垃圾。效果会无效化，都是垃圾。这个不能这样。然后打完，然后把两只叠起来。然后再是风来王，可以。我要开两张，风来王。然后再什么？刚才刚开到，没有把它进去。那张陷阱卡，同步的那一张。同步的陷阱卡就是你了，就开到半转了。这刚刚看过效果 ，OK。然后再来是天轮双刀，这个是开到一张而已。虽然卡图蛮鸟的，我觉得，不过卡图有点不明所以。没有天轮的样子都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应该半转应该是不错看的。要麻不麻？天轮好笑。然后再 Hero 的遗产 ，Hero 的遗物。
那这个成本就是火焰蚁人的翅膀跟手，很可怜了，好可怜，只剩残骸。好，牛头鬼，自从马头鬼出了那么久以后，终于出了他的伙伴牛头鬼。设计应该是以就是牛头马面的那个去做的吧？都出了那么多头了，应该可以出个十二生肖之类。应该直接出一只阎罗王吧？嗯，我看一下牛头王的效果。牛王有啊，对，牛王哈蒂斯哎，要、要出中国的，自己主阶段发动。然后排队不死族怪兽一体目的送厉害，主阶发动，然后持卡目的送的场合自己目的牛头鬼以外的不死族怪兽一体移除发动到手牌不死族一体特殊召唤，这很强哎、欸，不死族新一代神卡，然后再是什么、啊？再是 B Hill， 关键中的关键，还是刚刚我不知道啊，神奇的。黑曜石人之类的，这刚刚效果看过，还有两张，还加在半钻三张，一次跳满，爽。然后是多天使，多天使开了两张而已，应该数量应该够了，只是没有看到半钻，有点可惜。但是是个很神奇的少年，我觉得他根本跑错筒。然后是堕天使的降临，堕天使降临蛮帅的，如果以半钻来讲的话，那个颜色配色应该算是蛮好看的。堕天使的降临。好了，就是最后一个，我刚刚那个也忘了把它拉进去，这都是开了两，这都开了两张，还不错啊，我觉得开的蛮好。好，这是半钻的部分，半钻 number 28。好，然后这个心灵塔连锁召唤 ，EN 这刚好开了一套 EN 的玫瑰，然后玩具的半钻还蛮好。还可以啦，不过半钻地方比较少，卡图地方是比较多的。好，然后这样也是算是因为把整个图都表现出来，所以半钻地方就蛮多的。好，牛头鬼，牛头鬼，因为牛头鬼的占的版面太大了，所以半钻就剩下后面的背景，就像他的那个链珠而已。然后 ，V T O 这张基本上全赚了，就只剩下中间那个部分，他已经快全部都是赚的。好，然后融合这样，我觉得应该是算这张怪算是里面最漂亮，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全部都赚的。啊，最后它里面的卡图，两张卡片是有像样子的、哦。好，总共因为一包的配率就是四张，好、哦，一包四张，然后三普卡一半钻的配率。好，这是 PV 19就开完了，这是先行包、哦，到时候有韩子的话，应该还是会再开一次，因为比较便宜。有如果要收料的话，不过我觉得开到这边应该就可以不用开了，到时候是开好玩的而已了。好，那我们这一次的 PP 19就开完喽。好，因为主要这其实应该是上个礼拜就发售了，不过因为是日版的关系，所以你还要等一段时间。我等了蛮久一段时间才拿到。然后顺便叫卖家帮我连同我的 SD31 一起寄来，所以等一下还有 SD31 的开盒。好，那我们这次 PP19 花了蛮多时间在讲一些牌的哦，所以花的时间比较多。好，如果大概就是这样子啦。还有人一直问我的卡垫是怎么来的，卡垫就是我甚至去比 3v3 然后拿到的参赛奖，可惜没打上发强，不然我应该多带一个回来。好，这是 PP19 的开盒。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在我的影片按喜欢，然后想持续追踪我的影片，然后想第一时间收我影片资讯的话，就请按订阅咯，也可以到我的粉丝页按赞。我是三福，我们下次见，拜拜。神医生姐妹神